吃的应该是人松配吧。助耳渡劫。靠，这一只一开始都摸不到。等风寒月精选池再来抽，不然过不了。前三个都还好，光跟暗脉比较难搞。还没结束。自有定数。也不行，他只能在那些位置走。事不宜迟，赴汤蹈火。他们两只本来是想给蜘蛛吃的，这口水很痛。本来是想给蜘蛛吃的，是又没吃到。自有定数。死不选种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制定救人自有定数。刚走此局。自有定数。我靠，当刀死打下去，结果适可而止吧。不要给坦了，我没有人破坦就很麻烦了。赴汤蹈火，十轮之力，看可不可以把他骗开。事不宜迟。自有定数，骗到了，只是能不能喷他一下 AOE 就看看。北斗七星玄机星，电他。雷法，北斗七星玄机星，雷法。事不宜迟，死不选种，赴汤蹈火。AOE好了没？应该还没了，只是他会打直线呢，要小心。他会打直线的 AOE。 索大什么捕食该用咒魔术士？什么捕食？就是应该是你需要什么场合吧，就是你需要消 AOE 的场合。可以。自有定数。终于轮到我了。
先保守点，先先夹起来。哎哎，还有 LE， 还有 LE。天游外向，北斗七星玄机星。OK， 死不全，事不宜迟。赴汤蹈火。天游玄月。死不全种，北斗七星玄机星，赴汤蹈火，自有定数。刚遭此局，自有定数。来了，哇，好险！真，那不是我干的。已支持频道 NT 五千。好，感谢博线抖内五十块。感谢感谢，适可而止吧。他这个故障好痛。事不宜迟，死不全种。陆服的工会可以一键加速了。一键加速。北斗七星玄机星，制定救人了。我想要引他。他放那招那个直线，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来喽！事不宜迟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北斗七星玄机星，制定救人了。他来放那招直线 A O E， 适可而止吧。对，我还是死了。适可而止吧。事不宜迟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哇，好险！雷法，死不全种。事不宜迟，有一套是出现两次，还是我现在躲了两次？哇靠！这个怎么打都死？罗鬼八怎么打都死？雷法，赴汤蹈火。结束。终于轮到我了。该下去了吧？因为他后面可以刷 CD 的情况下，各位，那他的技能有可能可以连发。有我在。那技能可以连发的时候，当然。